你交不交保护费？不交保护费，我要演你。我他妈演他妈的50分而已，上个鸡巴。50分啊！妈的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来，你唱，哥讲你。哎，别讲客家，还给你。坚定不移，快准备接受启示。喜欢补刀。大人在这里。我操！我大胖子，什么街头？对，全我大胖子。放个大吧，兄弟，别给大。他没有风波的，直接砍死。砍口味吧。哦，这个好。灾祸元素，体力烈火的提取元素的精髓。我活了，给个试。小人把我家烧了，我操！要把它烫，我叫风火浇板。坚定不移。飞一下吧。哼，再见了，宝贝儿。无聊至极。哎呦，他吹风了。我肯定过了，兄弟。到你们这边。霹雳风暴，快准备接受启示。天生回转。哎，我连我也分不了，还有八个吗？我俩在兄弟，我还在后面。天使此处毫无作用。对，这里，这里。他棒子呀，兄弟。火力死了。上高。张总，来人。啊，你们推，你们打就打。啊！我以为你会把火女追死，兄弟。这方不该倒的，他妈的，自己做好了，在这后面。有队友吗？来了。哎，他怎么引爆了？我操！大梁对了个引。我们这次打着打着人跑了呀！不会的，开始冲！我这没力了。敌人的魔咒，这怎么回事啊？
玩怂了一下，不怂了一下，还是有事。明真之奥术，永世传承，实在单调。怎么暴露了？男人的藏洞，看见没有？对，我就不上。哎，怎么原地一个笑？兄弟们，一巴掌躲开！这个大姐他妈一巴掌，哎呦，多的是啊！这个是，一巴掌，那不行，我得把兵捡过来，看着切着被风蹲一下。哎呀！给这个大姐吗？谨慎行动。这应该冲的呗。蹲下，这地形啊！哎，他们冲了，不保护。不能给留，我操，一点都不靠谱。那不控一下吧，这什么问题？这个大姐呢，看能不能活。操，这什么风情啊，就杀我了。我吃个蘑，回去补个蘑了。我逼一下。神经病，我靠！啊！宰了，宰了！操你们！你们他妈的，我操！一点血性都没有。在外面爬呀，这哪个他妈直接跳到位去了呀？血性，我要血性，兄弟，血性，啊！血不了，算了，学不了，学不了，学不了。这点能吧？这个人，这个人。妈，他好跳，操！我出分冠绝，没通宵，没通宵，没蓝你跳什么跳啊？这个没蓝还跳？刹车，给我急停！Thank you.
先走吧。直接秒手吧，秒手吧。那是真的。反了一下，可以可以，我有打。退守，退守，退守，退守！打打打打打打！啊，直接打打打打打！不去吧。
扒裤子的。把水漂流基本就叫啊，好吧。嗯。鞋子的，随时拿。行。无聊之极，壮烈的牺牲，明了。上去看一眼，让他不要这样就砍了小弟。哎，他拿去打野了，走走走走，差不多了。漂亮。
太多了，人太多了，反应不了。我好像也要去。哎，准备听我嘟嘟。下路我有天火，这四猫感觉可以杀他。牛逼咋了呀？放下我就好了，兄弟。没有，单杀小牛，推一波，推一波。没事没事，单杀小牛可以。你妈的！兄弟，我一打二反杀两个。他出的吹风吗？这边有黑鸟，好不好？还行还行，早睡到了。哎，你要不要搞一波那个黑鸟？黑鸟有羊的啊。没事，兄弟，兄弟们来了。我只想杀黑鸟了，我只杀黑鸟。可以，没问题，你找他。不是，你妈的，我操！